点，这大晚上的有人追你吗？快快快快拿瓶健力宝，渴死我了！这个你拿回去，健力宝一块。嗯，老板娘这么便宜，会不会是假的呀？说啥呢？咱们是诚信小卖部，假一赔三。那给我拿一瓶，给。嗯，老板娘你是不是给多了？没有吗？哎，这个辣条辣不辣？不辣不要钱，那给我来个甜的。开玩笑呢，这个怎么卖呀？有两毛的，有五毛的，有一块的，那给我来个一块的。给。哎，这些辣条怎么看起来都一样啊？辣条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有人喜欢买两毛的，有人喜欢买五毛的，你就是那个喜欢买一块的，给你点赞。哎，又大意了。